以为能消停一下，又来了两个家伙。看一下新来的小家伙。啊，这个活的，这个死的，这个死的，这是一个粉丝送过来的，河对岸的粉丝。是别人拆房子，然后墙洞里面的。来来来，你的。小八哥，这个是八哥太多了，这是二窝的八哥，头窝的八哥已经。头窝的八哥多大了？我的头窝的八哥，等我看一下。这两个应该是摔死了。你看这里有淤伤。太小了，电木穴有点不好。电木穴那个木穴老弄到嘴巴上面，喂这个饲料，喂的是番茄泥、虾干、虾皮。加食虫鸟的饲料，这是附近的粉丝，然后他们村那个村委在拆迁，我在重建，然后拆掉了，那里有八哥我也知道，这个大小应该是出生5天左右的，这小八哥。头窝的八哥，三个，5只，猫叼走一只，飞走一只，再剩下这3只，烦得很，天天跟着人跑，妈的，不小心有的感觉要把它踩到了，太烦了，这关键，八哥就是很烦，哥弟又来了。从来没管过这几个八哥，八哥没啥用，这个我来说，马上反生气了，这玩意儿，马上等八哥要集权的时候，他们就应该会飞走了，这玩意就是这样，不飞走。随便他，爱咋咋地。白鹭飞出去了，中午没喂，饿得不行，飞出去捕食去了。